11月1日，上海金星现身机场，她身穿灰色长款外套，搭配裙装，露出渔网丝袜，尽显女人味儿。然而走路带风的金姐用力过猛，小腿肌肉暴露无遗。此前金星现身机场，她身穿白色衬衣，搭配黑色阔腿裤，装扮职业范儿，走路带风，气场全开，十分威武。这是她遭靳东暗讽后首度亮相，遭偷拍疑似对镜头大喊别拍了。日前靳东发文回应，与正午阳光不存在经济合约，但言语里的无意接触不男不女非爷们的人和事，让众多网友联想到前段时间在节目吐槽靳东演技差的金星。金星的名字当天随即登上热搜。9月6号晚，金星转发王凯曾经做客金星秀的微博，并称赞王凯道：“声音性感，长得帅气，戏好人稳，还调皮，最重要的做人做事有格局。”疑似回怼靳东早前言辞。9月5号下午，靳东在微博霸气回应：“与正午阳光经济合约一事，靳东本人从来不曾买过热搜，不懂也不屑。靳东是纯爷们儿，和不男不女非爷们的人事都无意接触。”